咱来认识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几乎拢认识，几乎都认识哦。这么好，你唔得你叫你昂聊哦，姐夫拢有你识晒的对啊啦。啊，几乎拢认识。对，姐夫什么姐夫？姐夫，姐夫拢认识。啊，你讲几乎，几乎拢识晒。几乎是台语是几乎哦。几乎啊，哎呀，姐夫的台语就是几乎啊，哎，几乎啊，哎呀，对，所以几乎大家拢识晒的对。我当时有几乎的白卡。有啦，我姐姐嘛，啊，我如果我的老公就是你的姐夫啊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好好的休息哦，不要再乱跑了哈。我知道你让远端操控哎，哎，但你我叫德哥哈，叫现场直播，哎，就直接安尼好看安尼就好啊。你哎呀，你直播好是咧好啊，卖直播啊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你讲大咖就卖直播，我就做紧张的。那有无人咧直播啊？伊是咧露营尔啦，露营尔没有关系啦。反正你生个遮水，就你咧惊啥？你是惊你穿裤穿了无好看，去又走出来吗？我惊啊吼。每一件毛走出来，哦，你安尼穿甲都水水啊，又秀又秀啊，你来讲这种话啊？无啦，歹势啦，伊是讲伊的头毛啦，哦，哦，你安尼讲一下，害我煞惊着啊，咧就变唱歌咧。伊讲哦，惊头毛去走出来，安尼把迄个头毛无水安尼啦。发质无介好。嗯，谢谢，对，无啦，哦，你安尼哦，毛安尼水水啊，又秀又秀啊，安尼哦，讲话爱较有水，较有慢慢。我最准真的哈，好啦好啦，我相信你的人格啊。我知，在里面搁特别强调，我相信这应该一般的人，若识在你也拢知影的啦。来了没有关系啦哈，啊那就是吼，那啉酒类吼，就是爱老练嘛，要有那种气氛安尼啦，对安尼才嗨得起来。好，啉了酒啉才啉了才欢喜啦，好对不？这大家拢应该知影的啦哈。来啊，感谢咱所有坐坐咱的好朋友吼，伫咱的 AM 间来共襄盛举啦哈。啊，当然嘛爱感谢咱今仔吼，咱的请主当所长。安排咱下间吼，咱的平安祈吼，啊安排到老力滚滚，后尾来祝福咱所有姐姐，咱的请主当所长吼，日后拢总会当来个赚钱，赚个稳稳稳啦吼。啊，当然今仔嘛爱感谢吼，感谢咱的今仔日吼，我们的值班的吼，嘛是咱的好妹，咱的阿丽鸡巴饭吼，来我们的张昌龙张董事长，谢谢，很辛苦啦吼，今仔呢诶值班安尼啦吼，啊嘛祝福你当安尼吼，诶生意强强滚，赚钱赚个稳稳稳哦吼，谢谢感谢，啊嘛祝福咱。所有姐姐吼，咱的店家吼，咱我们的店老板吼，拢总啊，当生意兴旺同舒快，财源滚滚，拢总啊，当五楼来啦吼。来，谢谢感谢啦吼。啊，咱呢，我们的奈尔都只安排好一首轻松老力的歌，叫《心花开》，祝福咱每一个好朋友拢总啊，当金银财宝，赚个鬼畜堆哦吼。来啊，第二首要安排什么好听的歌曲？来，萧煌奇的《候鸟》。来，好听的歌哦吼，来《候鸟》来送给大家。来，萧煌奇的歌曲，你往哪里老歌哟？哎，伊想要回去啊，就了行咯。你要观察一下。
谢谢，来一首咱的抒情快快的歌曲《候鸟》，来感谢，谢谢我们的奈人，谢谢，来跟他拜拜，谢谢。祝你世界如意哦，谢谢。你家祝这个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，大赚钱。谢谢，祝我们每一个朋友。